哇，真好，还有表演可以看。Voilà vous coucher avec moi ce soir。哇，有一种法式小阳台的感觉。这音乐放的，我摇咖啡都得慢慢摇，是要跟着这个节奏，跟我深呼吸，刷会抖音，喝个咖啡，吃个蝴蝶酥，哇，小日子过的。有航拍，我把它打下来。嗨，看到我们吗？看到。你过来啊！你过来，你过来点。哦，你喜欢钓鱼啊？嗯，我也喜欢钓鱼，可是钓鱼需要耐心的。对。嗯，你们看起来没有一个人像是有这种耐心的人。肖振尧大哥看起来像是会揍鱼的。肖振尧大哥拎把椅子我就觉得要削我，他把一个椅子拎过来坐我就觉得要打我。你拔智齿了是吗？我拔了。我没有智齿。那说明你不够智慧。智齿是智慧的人是吧？我没，我好像没还没长出来吧，就没有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多大了？你三十多了还没长智齿？你三十多了还没长。哇哇哇所以你在韩国也待了八年。对啊。那年龄也不小了。不小了。你有快三十岁了。快三十了。那你之前是，但是待八年，你这次在韩国出道吗？等于。我出道了，我跟 XO 吴亦凡他们是同一期出道。Wow, 那你也是前辈。我回国比较晚，然后在韩国没有他们火。了解，我也好不了。我其实没有，我出道比你们还早。我2007年出道的，一出道就火了，然后火完之后就没有兼职吗？起起伏伏，伏伏伏伏伏。但国内的速度也很快，所以就会这样子。我觉得真正的帅不是一定要用长相来。哎，我很同意，我很同意。真的是一个 vibe 和自己的一个性格，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态度，对对对，和他的整个状态。你今天这舞你排了多久？其实加起来几个小时，但是别讲了，我问傅龙飞，他说两天已经很过分了。你说几个小时？每天排几个小时？我听都不想听。几个小时，排几个小时跳这么好，两天排两天跳这么好，哎，都生活在娱乐圈，怎么天分的差距就这么大呢？你要突破自己，我怕突着突着就破了。但是你这个意识很好，就是为什么要去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让自己难受的事儿，对吧？我觉得所谓的那种离开舒适区，也不代表说你故意找自己不舒服嘛。对，也是你觉得你愿意去接受一个新的挑战而已。是的，对，别让自己难受啊。解锁一个新的技能，什么技能？就是后转体360。后转体360，你说，你说，你看，这就算突破自己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三十多岁，我现在每天就只要是时间，每天都去上一个半小时那个空翻课。哥，你有一种东西是，就是你没有怀疑。就是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非常自信。对啊，我不质疑自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有的时候就会质疑。我想说啊，这个东西会不会让人觉得油腻啊？哎，今天我们刚回来，现在凌晨几点？4:25了。啊，春哥还没有回来，可能要去忙着那个对台词啊什么的，所以哎，今天觉得我们彩排怎么样？努力休息，明天继续。没关系了，我觉得做到自己最好，仅限的时间内。对，尽量吧，尽量做到自己觉得对得起自己就好了。对，一切的一切交给命运，交给自己，对吧？啊，你先洗澡吧。你先洗吧，你先洗吧，洗完了我再洗。OK， 先这样。